们的希望就是在年轻的一代，像我们现在南京马龙五千姐，年纪比较轻的师兄师姐加入哈，我来看了因哦，我都足欢喜。他们有他们的很好的智慧，啊，虽然我们进入慈济，我们有上人的法，那我们可以来交做一个很好的交流。啊，虽然讲，是有的师兄仔在入来较无了解，啊，咱都是爱改讲好也了解，爱改讲好清楚。比如咱慈济的人文是什么样子，咱一定爱会足清楚，啊，让他跟我们，咱也会清楚，也会真感恩哦。伊一条溜啊，无溜来讲，你家溜一条溜啊，你嘛爱轻声细碎讲，师兄，你的溜啊无溜，啊，而且不能当众哦，还要从旁边来跟他讲，啊，让他了解讲，咱实际的人文是应该是怎么样。咱大家拢知影嘛，咱的实际是上人以及常住士跟我们早期的师姐吼、哦、行出来路嘛，所以咱对咱的师姐是永远爱尊重，永远要尊重。我嘛甲这个情形嘛，捌事上我甲咱的师兄报告过，讲因为有上人、有师姐开辟这样的一个菩萨道，让我们南众慈神队有因缘来参与慈济，所以永远的感恩了。